家介绍一款新的产品。那么针对我们现在手机传统手机维修一些无基带无服务的一些手机过后呢，那么我们需要针对手机进行一个上网检测，就是包括三大运营商的一个插卡，也对于其他一个网络的检测。那么现在我们这款产品的话，它针对设计了三个不同的 SIM 卡槽，1、2、3，可以同时插入三网的卡槽，然后我们通过一个切换开关进行三档切换，对手机的整个的三网进行一个测试。那我们先测试一下，那我们看到现在是一个无 SIM 卡，当这个指示灯亮起的时候，已经就有信号接触了啊，测试到移动信号。那我们现在要拨到另外一个档，检测对应的一个信号，啊，需要再插拔一次。好，已经有信号接触了。好，已经识别到电信信号。好，再拨动一下开关，再拔出来，插入一次。好，联通信号识别成功。好，可以很方便的。然后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产品的另外一个功能，就说解锁功能。现在市面上有一些手机解锁还是需要用卡贴啊，以及包括一些电脑连接电脑激活啊，我们这款其实就是一个可以做到免卡贴免电脑激活的一个功能在里面。那这是一台有网络锁的手机，插入以后根据提示操作，连接一个 WiFi， 连接 WiFi 就好。我们看到这里，再点击取消。好，已经完成激活。